按 T 切到后视镜观察，这边应该是这一边多一批。然后第二个呢，把这个模型先退出 export 到OBJ 档，然后这边呢加个名字，退出。退出以后呢，要到 ZBrush 嘛，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做个 import 开启，然后拖拉以后呢，马上按编辑，